众望所归，恭喜东莞晋级万亿大城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，在啱召开的东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宣布，东莞正式跨入千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。此后的东莞便成为我国内地24个万亿 GDP 城市了，并且仲是全国第15个 GDP 破万亿、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商贸城市。有趣的是，在呢24个万亿城市入边，有18个在南方，6个在北方，而广东就独占4席，与江苏并列第一。值得关注。住嘅系东莞系2021年唯一晋级嘅万亿城市，亦会系未来2-3年唯一晋级嘅城市。恭喜晒东莞，实至名归。